快到洛阳了啊，还有20-30公里，这边属于大郑州啊，一个叫登封市的，这个市不出名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我给大家讲一下，说登封很出名，少林寺就在登封啊，还有观星台，但是我没去啊，离这也不远了，还有30公里到那边啊，我都走过了啊。我们现在是在省道上，我找了一个旅馆住下了啊，咱现在今天呢没开车，好好的撸哈一撸哈，喝一喝啊，这家这个店看看怎么样，吃点点点菜。这里啊应该不错吧，看那规模不小啊，看一下这个登封小县下边乡镇啊，都快出去了啊，马上到这边上了。哎，怎么跑了？老板娘，这菜都有，油炒菜、凉拌菜都有是吧？对。我看看这凉拌菜咋的，凉拌菜咋卖的？凉拌菜素的12。荤的呢？荤的，你看吃啥？看吃啥是吧？对。先给我搞个素拼。好嘞。素拼。你一个人啊，我给你拼个小份啊。行。花生是最后花生米来点，另外这个藕片儿。好。藕片儿。花生米。藕片、花生米，还有那有豆皮吗？啊，有豆皮或者腐竹都可以。对，就没加点吧，主要是藕片跟花生，我主要藕片吧。好。再炒个热的吧，老吃凉的也不行啊。热菜喜欢吃什么口味来？辣点的。不辣，不辣的。好的。炒的话肯定炒肉的了。肉的，那行。酸菜酸汤酥肉是吧？对。过来来一份那个大的吧，18。你小的15，差3块钱。你吃不了，你吃不完。吃不完？对，你一个人吃不完。那就来小份吧，小份吧，对。也不要辣椒啊。嗯。那个啊，哇，这一小份的还这么多呢。对。可以，那吃不完。这酒度数有高一点的吗？白酒啊。你这鲁阳县杜康这散酒多少钱一杯啊？这一杯6块，2两。2两，这是46度的啊。对。这原浆是原浆吗？哪个？他写的原浆1号。这个就是杜康酒。这个喝的多不？还可以啊，这个喝下不少。另外，你们本地的河南酒就是那个稍微高点哪一种啊？度数高的啊，就这个汪小牛啊。啊，对。汪小牛那个30多少度啊？30块钱的。30块钱那是40多度，45度。啊，另外高度的那个多少啊？53度。53度啊，可以，这多钱一瓶啊？这个35有奖啊。有奖了还？和来尝一尝，咱尝一尝。打开，也许加10块再来一瓶。哦，看一下，汪小牛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不对啊，汪小牛这是东北的酒啊。那咱本地的，我常卖的也就这种酒了，没有其他的。本地的，都是低度酒，卖的少。哦，这汪小牛，对，咱不河南、山东都是度数都不高啊。对，因为目前那个平度的，就是42度的酒都不喝。哦，就这种卖的快是吧？对，汪小牛，那我就试一下，不管它东北不东北的了。觉得好喝，好，让我看一下这个，哪一种啊？宝丰啊，这多少度啊？宝丰是河南的吗？50度，不是河南酒。宝丰，哎，河南平顶山的。哦。平顶山。这多少钱一瓶啊？这个58，这个也是有里边有啊，有奖也是有，再来一瓶嘞。58块钱一瓶。对。哦。开整，等一下还有一个菜品种啊，还有一个。酸汤酥肉啊，那小酥肉，酸汤的，也它这边这特色，有还真的有奖吗？哎，看一下啊，哎，一看就看到了两个字品尝，我就知道前面还有两个字谢谢啊，算了，不用看了，运气不好，哎呀，不管他讲不讲了，只要酒顺溜，比啥都好。黏糊糊的这小酒啊，挺好啊。酒花大得很。嗯，这个香气还可以，我不喜欢那种香的要命那种啊。酒，淡淡的酒香是最好的。可以，
味儿还是比较正的，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啊。这酒，这是东北的酒啊，这他妈卖，这卖的很好，53度。兄弟们，赶快在路上，我要多喝猛喝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西藏，他们说不能喝酒了，把西藏的酒给找回来啊。今天中午喝了，到晚上再喝，喝醉了就睡。啊，这酒非常好喝，几口干了一杯啊。可以可以，够给力啊！哇，这小碗还这么一大碗啊！小酥肉啊，四川也有小酥肉啊，兄弟们啊，不光北方有，再往南的话好像没有。里面还有一点点细细的粉条啊，非常漂亮。各种各样的菜，木耳，还有蒜苗、蒜黄啊，一点西红柿啊，等等吧。啊，馒头了还，馒头送的，对，送的，谢谢谢谢。可以给大家特写一下啊，看一下这菜啊，这是一个凉拌的啊，反正很多种，有花生米，有腐竹，有皮蛋，有藕片啊，等等吧，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挑什么啊。这就是那个酸汤素肉了啊，给大家特写一下。这是最小份的啊，最小份的，看了吗？这一大碗啊，再看一下里面的内容，有点粉条，有小酥肉，有木耳，木耳这看样子是比较好的木耳啊，不是那种草木耳啊，还有点粉，还有点葱花，还有什么西红柿一点点啊，提酸的，提味的，还有一点这个豆腐干吧，啊，这个特色小酥肉啊。拿拿味儿，给大家拿拿味儿啊，做个参考好吧。可以可以，不错，做的挺好啊，可以可以过来体验这个啊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这是登封式啊，登封式属于大郑州馆，前面一点点就属于洛阳了啊。这个登封是大家一个县级市，大家好像没什么名气，但是我说一个地方大家就肯定就知道了啊，少林寺著名吧，全世界著名吧，少林寺在登封啊，很多人一说河南少林寺、中山少林寺，不知道是登封，知道吧，把登封给忽略了。登封其实以前很出名的一个小县啊，戏剧啊什么的都有，咱今天不去少林寺了啊。这个饭店生意很好啊，你看这过路的车啊，什么当地人也来很多。昨天晚上我在这吃了个面，知道吧？没位置。来，师傅，都咱那喝点吧，还。我不能喝，不能喝酒。你开酒，开车了。开车不干，不干，你别喝，别喝，你就吃饭吧。他这个有一个爪是熬过这个，你是近视是吧？有一点。我近视。他好像那个爪是戴上的，戴近视戴上的。你不戴爪不戴，我不行，你开快了之后他有个冲的，我就缺手指。我就害怕我戴这个买摩托车也戴头盔啊，哎，里面有哈气啊。嗯，没没，都一样，都没事儿，没哈气。现在没有。我管咋子，管哪儿有？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你呀，谁呀？啊，我。你呀，嗯，你今天才年小啊，三十几。我四十多了。我，哎，兄弟们，你看他，这个真年轻啊！我四十多了。我是50多，我比你大十来岁吧。我属马的。那比你大你七八年了。啊。兄弟，我比他大这10岁都大不了。你看人家多显年轻。人家都比他上40几了。我孙子都那么大了。哎呀，孙子。嗯。那儿呢？我儿20多，哇，厉害厉害！
济宁的兄弟们啊，你不能喝酒，你知道不喝不能别喝酒，你别喝酒，别喝，我你不能开车，你开车，别你了不得，那可了不得，安全第一啊。对，我去洗澡。如果这里洗澡318，先去318，到318到拉萨以后，这车重吗？再重，肯定迈出可不好。我没事，到拉萨是没问题。到拉萨以后去无人区，我先去了。无人区啊？无人区。你卫星电话吗？那没关系，没事儿，直接往前开就行了。你没卫星电话，可到你把所有的补给，准备好，水、吃的，准备个几十。一天两天就够了，万一出事你一两天就够了。压缩饼干、巧克力，搞那个东西就可以了。只要车不扔在路上，慢点没问题。一共无人区就300多公里嘛。我加一，我现在我改了。加了油箱可以跑700公里，本来可以跑200多公里，又加了500公里。一箱油绝对干过去了。我这一箱油呢，8000公里。那你这个车？我是半罐。半罐。你加几个箱？1000公里，1.8万块钱油。我